应该是在挑战我的记录。你什么记录啊？开刀最多次的记录。甜甜这样讲，然后哎，甜甜开刀八次，九次，九次，不止鸟啊，记录了。这难蛮难蛮难破的，对啊，我才是那个颜值担当，他说的。颜值我们两个觉得够了。刚刚他就说为什么前天登场会有掌声，我就说没关系，就是掌声之后都是我们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大家给我们安慰的那种掌声。不是，要有信心。乌哥该不会有特别去练猜拳吧？没有，我只有练乌龟龟叫。还没有热身就大概六十几。还有？没有热身就六十几了。值多少？我刚才就66了，66而已。不愧是站上世界的男人吗？还是让他有一些记录保持。对了，不要跟学弟在那边比这个。对啊，我们家那么多奖牌了。